大家好，我是红山胖哥，一个我们村啊，一个大哥啊，农村大哥，今年有50了啊。怎么说啊？因为现在急需要有用词啊，然后说想买他们家宅基地啊，今天有时间啊，刚才他说咱们去看一下啊，看他宅基地多大啊，面积啊，买多少册啊，咱们去看一下来啊，了解一下。胖哥不是说胖哥想买了啊，咱了解一下啊，走。这我们村啊，这是我经常不往里边走啊，说实话，这是浩街啊，这个边有个小河，大家看，昨天下雨，人们都钓鱼了，找一个河啊，小河从山上面流下水。他说他们家在这一块儿啊，然后他一会儿老过来了啊。走，再看嘞。俺这为什么三间不是原来都是四间啊？你不是原来房地方都是四间，都是成了三间？啊，三间。你还是这个那个房还是抄袭的是吧？啊，这洞子都得三间呗。啊，彩礼不是人，他没开荒。都是三间，你这多大面积啊？啊，有这个时候都是宅基地呗，是吧？这房不漏吧？啊，上面较多嘞，是吧？三间，哦，里头还是地方挺大，还是啊？102，你打算多少啊？我看你这来着嘛，4500一平米。那都是相当于4500呗。102，4500。这样的。差不多吧。关键是那时候咱们村卖那个楼是不是啊？那时候你要说那个，那时候我跟你说，不对，那时候你要那个卖楼，你都卖不上楼了。对吧，你要卖了那时候，但是那时候肯定能卖上价钱了。那时候家伙卖，你比如说4500一平米了，你那时候要是你就是我得说车要1200万他也给。因为那时候都让拆迁的给走的，对吧？拆迁。关键这村你不拆迁，你想着的吧，不拆迁这个房你都是卖你这基地了，谁卖你这基地都盖房了。现在咱们吃个饭，都吃早餐。啊？吃早餐。你大爷说的，咱们村的话，我这个几月份了吧？我虽然几月份了，对不对？菜也棒，菜少我。对。小牛去饭馆吃吧。我所有加入拆迁了，所有的利益还是高的。你认你不是买房的事。要是我老五六，假如我买了两口了。我拍他，你说那不对，你这个人气死我了，是吧？不管你出于何理由，是吧？这咋办？行。啊，卖给北村的也最好。卖给北村的也有的，这些也有的。是不是？还是北村的都难买，都好几个。不是，好几个那大款的这些的啊，都没，都不用说的压了，你这便宜卖房了啊？你看北村的了。说不是这几家，弄六个呗，这差那么些事啊，需要基金那些事，啥创意啊，做生意啊。好了啊，过来了，然后我这个咱们。老大哥啊，然后怎么说急需用词啊，咱怎么说什么原因啊，他说给买的那宅基地，他在宅基地啊，咱了解一下啊，就是102啊，三间啊，他在宅基地面积有点小啊，已经三间啊，然后是给买4500一平米啊，基本上就是4500，
他也咨询过律师啊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村啊，有可能啊，多少年以前啊，他说有拆迁可能啊，就是说，补偿了。假如你现在没有，将来以后涉及到补偿啊，都完全是你别人的啊。啊，最好他这建议，他希望是没被自村的，从村里的啊。但是说实话，我们村啊，大家现在都没楼了啊，问的人确实不少啊，就是说都没楼了。稍微没有那些个事儿，嗯，然后，哎，怎么说呢？你都继续用车了啊？这是一不愿意买啊？这是这一地，要是前两年啊，我们发过一个视频啊，就是说一个这一地，我们这一地多少钱？300万，哈哈，因为涉及到拆迁，给补偿啊，因为有明文规定啊，就是说，哎，一平米啊，快一平米楼啊，这样的，你看当时楼的价格，我像我们那个翠屏楼宇啊。我们那个小区啊，小区就是10000多一平米啊，当时看还高14000，最高是达到13400啊，就是哎，当时面那样价格啊，所以说，这基地还是可值钱的啊。我的老粉丝啊，应该能看出来啊，他现在说，以他个人观点说，最起码给一套楼，将来要拆迁，最起码给一套楼啊，所有的地他都。别咨询过律师，所有的利益啊都不让买房。嗯，但是多少年都是说拆迁啊，一直到这还没有拆迁。嗯，房也不错，而我当时改房了。我们村现在许多人都改房了，农村现在想城市人想过一个农村养老，大家可以看啊，有旁边有小河啊，绿树成荫，环境养生啊特别不错。大家感觉这张价钱合不合适啊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请点击关注、评论并转发啊！谢谢大家，再见。